开始吗？So you're looking from across the way, and now I really wanna know your name. She got the white dress, but when she's wearing less, man, you know that she drives me crazy. 好了，我现在换完衣服了，大家看一下就好。现在这套衣服就是比较暗黑系，九成的那种黑。然后下面是一个包臀裙，包臀裙很显腿细。下面是一个就是类似于美人鱼一样的喇叭裤，然后上面是一个带毛的一个露肩的一个衣服，然后我准备再搭一件外套。整体穿出来的感觉是这样，对，就显得比较高端大气上档次，然后你如果弱的话你一脱就很会很好看。下面可以穿一个马丁靴，最近就这样。那我们现在换下一件。会穿这种西装外套，然后里面配的是一个包臀裙，一件很普通的一件短袖，对，还蛮简单的穿。这是一个就是被剪烂的这种裙子，还蛮有味道，有那味的。好啦，今天的穿搭分享就结束了，希望我的穿搭能给大家一个小小的穿搭建议。最后呢，也希望大家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下一期我带大家拍出超模大巅峰，拜拜。